猪，你怎么送了我一朵？鲜花当然要带到数一点。来吧，这个是粉色的吧？不是挺配你的吗？对，是不是少女心那个？今天法兰西玫瑰。今天你生日，我也送你。哎呦，还这么讲究吗？对，因为我写过喜欢法兰西玫瑰。你刚刚看到猪猪那含羞的表情了吗？是不是法兰西玫瑰？哎呀，想着下台你完了。啊，我刚出来比较好。那些我很喜欢，因为去看那个苏菲玛索在《穿梭少女梦》里面，然后反正一个老爷爷他养的就是法兰西玫瑰，然后法兰西玫瑰是在逆境之中也能生存，然后很浪漫，然后也很美，所以我很喜欢。谢谢大家。哦，猪猪每次说一些感觉很深奥的东西，我都听不懂他的说话。我送你四个字：人比花娇。啊，我知道，其实男孩国外的一半一半，把心都可以给分给很多人，主要还是给你。好了，那我们最后在一起祝猪猪生日。